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的演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孙小梅，欢迎各位的收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著名的歌唱家，他用他自己的歌声带给我们梦想，带给我们美好，而他自己也将音乐当作是自己的生命，即使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波折之后，他仍然选择的是坚守音乐。来，接下来用让我们用掌声请出郑绪岚。首届春晚上，他曾经一人连唱三首歌曲，太阳岛上、牧羊曲、大海啊故乡、化蝶，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见证了他传奇的音乐道路。繁华舞台的背后，他经历了哪些化蛹成蝶的生命之旅？著名歌唱家郑绪岚做客音乐人生，讲述他和音乐的不解之缘。很多歌手啊都是去找歌，大家知不知道郑绪岚的这首《太阳岛上》却是歌找他，根本不是他去找的歌。对对对，他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我是作曲的，我叫王丽萍，然后呢我有一首歌想请你看一看唱一唱。当然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说啊，我是吗？我说，快请进来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坐到钢琴旁边，他就弹一弹，然后说你试唱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试唱一下。试唱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特别急切，要录音，所以就马上就要录音，所以你赶紧看一看谱子，练一练，咱们明儿就录。就这样，然后呢？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唱熟这首歌，就是进了棚，就这样，这个我说这个生命当中就这样，这个歌呢就降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就这样，所以慌慌的就录了这首歌，没想到呢，这首歌却是我的成名作，这就叫无心插柳柳成荫。说当时王丽萍老师创作这首《太阳岛上》啊，王丽萍老师之前没去过太阳岛，她就是想象的太阳岛是一个什么美丽的样子，艺术家嘛，就创作了这样的一个美景。然后兰子姐唱这首歌之前呢，也没去过太阳岛，当然了，对，她也是艺术家的创作，又柔又美，唱到你心里去。结果大伙儿听了这首他们两位合作的这个太阳岛上，我们都没去的人，大伙儿都去太阳岛了，去了以后呢，都特别失望，是，就好像不是你们歌里唱的什么小伙拿着六弦琴，那姑娘穿的游泳装，觉得好像是一片荒地。对呀、啊，我自从演唱这首歌，我不知道说了多少万次对不起。是不是那时候你们这个《太阳岛上》这首歌出来之后，反而倒太带动了《太阳岛》的这个发展？当然是了，就是因为《太阳岛上》这首歌这个音乐作品，使得多少年后啊，十几年后，然后终于，这个因为这个政府就是每一年接待很多很多来访的这个游客，那样的个岛子，实在是让他们就觉得可能是，
就是资源的浪费。我记得是2002、2003年的样子，然后就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资历，然后去建造打造这个岛子。现在这个岛子，这整个岛子是一个大的公园，然后有水，有各种区域。什么什么我知道有什么松鼠区啊，什么什么俄罗斯风情区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说起来这个太阳岛这个发展，还得真得感谢王丽萍老师和您啊，你们这个艺术家的带动之下，现在也第一是吸引了这么多的游客前去观光，第二呢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向前发展，对呀、所以因此呢，王丽萍老师和郑绪岚呢都被哈尔滨市授予了哈尔滨市荣誉市民的称号。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想，你觉得这个太阳岛上究竟成功在什么地方呢？这首曲，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面目，一种全新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音乐气质。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音乐呢也受到了一些感染，这样的还有一些元素的这种加入。这个词形容就是耳目一新。耳目一新，全新的。就像我的后来的老师就说你怎么不用嗓子唱？实际上我没有不用嗓子唱，实际上它是就是这个作品这种气质所需要的一种声音。然后去来诠释这首作品，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种一种很大的一个跨度，就跟他们固有的那些音乐的声音形象，很大的跨度，所以呢，就是所以一张嘴就被大家就是接受了。郑绪岚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1980年因演唱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中的插曲《太阳岛上》而一举成名。30多年来，凭借着温婉细腻的演唱风格和优雅矜持的舞台表演，郑绪岚成为中国歌坛上的一棵常青树。在她演唱的众多歌曲中，有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配曲，电影《少林寺》中的插曲《牧羊曲》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著名作曲家王丽萍的作品为什么经他演唱后都能成为经典？音乐人生即将为您讲述。大家都喜欢这个电影《少林寺》的《牧羊曲》，当时呢，这电影里是一群和尚啊，然后就有一个美丽的牧羊女叫白无瑕，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呢，那首歌是她唱的，就觉得没觉得是背后还有一人唱的，就觉得就是这个演员白无瑕，就是她站在挥动的扬鞭在那唱这个，是因为她对口型了啊，然后举起鞭，她一挥鞭，这样子，然后张着嘴好像唱了一句，还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他唱的，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电影是我演的。因为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有一个人知道我唱了牧羊曲，然后他特别特别兴奋的从椅子上面站起来，往后倒了几步，上下打量我，打量了好半天，然后点了点头说没怎么变。没怎么变，还跟电影上一样。他肯定是误认为我是那个电影里面的了。那你今天就在电影重现一下吧，好不好？在现场给我们再来一段牧羊曲吧。日出嵩山啊，晨钟惊飞鸟啊，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
也是王丽萍老师作曲，对对对，所以王丽萍老师真的是你好像是她的御用歌手了。对，有人说我是她的御用歌手，其实呢不然，她的很多很多的作品不是我唱的，但是我唱的呢就是好像成功率特别高，所以呢唱一首，她找我就唱过这几首歌，然后就这几首歌就都成了。其他的女演员也都唱过，但是呢就是可能她的音乐气质，就是我的音乐声音和气质和她特别的协调，觉得一种天然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是是。那么在王丽萍老师的眼里，郑绪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歌者呢？她对她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请来自几位观众朋友一起来听一下王老师怎么说的。郑绪岚啊，她这个演唱风格比较细腻，比较清新啊。哎，确实我觉得太阳岛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唱的仍然是正本，就是最该是这个样子的。到后来呢，我觉得了解之后呢，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面，很缠绵的一面，比如像唱牧羊曲啊，比如唱飞吧鸽子啊，我觉得他的很多这种演唱风格特别适合我某类作品，所以我们俩这个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很好的合作。对，就是这样。所以刚才他说他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的评价，作曲家哈，对一位歌唱家的评价。他说他到现在演唱《太阳岛上》，都是原唱，都是这个原作，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比，意思是后来谁再唱也唱不过你。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郑绪岚出现在各种演出舞台上。他演唱的许多歌曲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记忆。1983年，郑绪岚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一人独唱3首歌曲，从此《大海啊故乡》在海内外广为传唱。1986年春晚中，一曲《化蝶》更为她赢得了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的美誉。两次春晚演出的背后，有多少富有戏剧性的难忘经历？敬请继续收看《音乐人生》，郑绪岚。大家知道，在现在这个春晚上哈，我们这歌手想要唱独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年一口气唱了三首歌，让现在多少演员得羡慕您呢？而且那个音乐形式也好，那个歌者也好，都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算是当红吧。然后就是《太阳岛》是我的成名作，然后《牧羊曲》又问世了，大家就觉得都特别喜欢。还有一首《大海啊故乡》。《大海故乡》是那一天晚上推出来的。那一天晚上之前谁都不知道这首歌，然后导演就说你那个这两首歌必唱，但是你今天你要带来一首新的，然后我就带着个盒那时候就带去到现场，然后化着妆，导演把盒带要去，导演匆匆忙忙要去听一听，他要知道他要放的是什么呀，然后听了之后又跑回来说郑绪岚，你这歌好听是好听，是不是太雷同了呀？我说是啊，我说一个人都是同一个歌者，一个作曲家，那音乐形式各方面肯定是有雷同之处，但是我说虽然很雷同，但是你不觉得挺好听的吗？当然了，就是最后他也没辙了，因为没时间了，也没时间再选了，因为没有选备选，所以就说啊，就是他吧。结果那天晚上《大海故乡》诞生，那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好，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会。
享受哈，而且一开始你看他的出场跟别人就那么与众不同，他背对着大家出来，为这个背着对着大家，我还挨批了。你们知道为啥挨批啊？因为他嫌我那裤子太紧了，说包得太紧。你那个时候应该穿像当时那个军裤，宽松一点。对，那个时候不是这个牛仔裤最时髦吗？所以应该说当时那身打扮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对对对对，一个粉红色的高领棒针衫，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流行的。是是是是。在收获鲜花和掌声的同时，郑雪兰也经历着许多的痛苦和磨难。医生的一次误诊，使得他承受了3年半的巨大病痛。当他和死神擦肩而过时，他又要面对和挚爱男友的阴阳两隔，重生在生死离别后。自2000年开始，郑雪兰近100次举办《红楼》专场音乐会，演唱87版电视剧《红楼梦》音乐作品。偏爱《红楼梦》歌曲的他，亲身演绎着人世间的红楼冷暖、岁月沧桑。王丽萍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郑雪兰演唱这些歌曲？郑雪兰对于《红楼梦》、对于《红楼梦》音乐，有着哪些特殊的情感？音乐人生正在继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王丽萍老师创作的，就是为这个《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做的这个组曲，当时有那么一组曲子。对对对、对，当时阴差阳错，我没有幸运的落到了我的生命当中。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当时呢，王老师刚刚写出来这个音乐的时候，刚刚录了一首歌，就是《枉凝眉》。录好了之后呢，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听录的这首歌，他没有请我唱，但是他请我去听。然后听完了之后呢，哎，我说这个音乐写得真好，我心里面想要我唱得更好。但是我没说啊，为什么不说呢？我就觉得那么熟了，不说，从来不说的，因为我觉得他不请我唱自然有他的道理。我在说呢，我觉得没用，我觉得这种不需要去讲的。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呢就这样过去了。等到了1995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喜欢这些音乐，1995年的时候呢，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王老师，我说你的那些作品啊，我特别喜欢，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些歌片那个给我一下，我练练。然后呢，他就从那个传真机上就一张一张11首作品，一张一张传，等到最后一首歌传到我家里的时候，那地下一长溜那个传真纸，我记得我一张一张把它撕开，然后一张一张的把它重新复印，然后就开始练这些作品，然后没有任何目的的练。那个时候我不在北京，我在天津，所以呢，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如果王老师有空的时候，打个电话约一约，然后我就开着车到北京来，然后一起把我练的唱给他听，然后请他来听，他认为，需哪个地方需要怎么样再处理，再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就这样的一种时间持续了一段，持续了一段时间。将这个《红楼梦》的音乐来做成一台音乐会，这个创意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在我排练的期间，
然后就有一天，王老师呢，就我在我们练习的时候，王老师就说，哎，说你有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说，那个有一个说把这一台晚会就是一个搞一个专门的《红楼梦》音乐会的音乐会，嗯，我说哎，我说怎么样啊？我很兴奋。他说我给否了，这些音乐全是悲伤的，这种大的趋势。说你说这观众听了以后就是会不会太沉闷，会太伤感？然后就是就是这是一次他跟我讲，结果第二次他又跟我讲，就说这个人又派人来了，然后就是不停的就是来说服他。最后他说的，那好吧，试试吧。这样在这样的时候呢，那个请我们演出的那个新加坡的一位新加坡的音乐人指挥郑先生就说，那让谁来唱啊？因为他知道那个原唱已经好多年不唱了，然后就说，然后王老师就说让郑绪岚唱。然后当时那个乐队指挥就问了一句，说他行吗？然后王老师说，你听听你就知道了。然后就这样我们在新加坡演唱了这个《红楼梦》专题的一个音乐会，获得了成功之后，接下来又演了在全国我们最远的地方走到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又演了七八十场的，到现在为止。其实我知道，就是兰子姐在做成这台这个《红楼梦》的专题音乐会哈，在包括你练《红楼梦》这一段组曲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还经历一次人生特别大的磨难。对，我在生病期间，实际上当时我的身体非常非常虚弱，也瘦了好几十斤。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疼痛呢，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的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为了唱这样的大一场音乐会下来，我就吃上两片止疼片，让它在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之内没有这个分神，能够这个投入。我是真的是我当时我心里面在想，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台上，红楼梦召唤我，无论我是什么，只要我能够唱的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的答应。这个红楼梦呢它有故事，有人物，有很多的这种悲欢离合在里面，就唱起来非常非常的投入。越唱呢越觉得这些音乐它才能够给我一个，就是说在艺术上一个更高的一个更高的一个领域让我去展示，去攀登。就是每一次当《红楼梦》召唤我的时候呢，我都会毅然决然的，就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他，无论我当时是什么情况。王力宏老师的这个作品可能跟你生病之前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可能有了更深一层次的领悟吧。对，然后通过自己的这样的病痛和磨难的体验之后，对人生的、对生命的感悟和对很多很多的感悟，又有了又有了更深的体会。我把我所有的真情都放在音乐里面。我想请郑绪岚接下来在现场再给我们哼唱一段《红楼梦》组曲当中《红楼梦》组曲当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好吗？我唱《葬花》里面的一小段，好吗？《葬花》。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明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就是觉得郑绪岚和音乐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我觉得他们是一种相互的一种追逐的关系。我现在觉得呢，兰子姐呢好像这个脚步在加快，在加快。你看，像从2008年你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之后，啊，我就在那之后，好像你这个步伐越来越快，好像每年都要给大家推出 CD 啊、作品呢、啊。然后我知道最近还在筹备自己的下一场的个人演唱会。对对对，刚才小梅说了，说她感觉到我的步伐越来越快了。实际上呢，她说的特别特别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就觉得，我在想。太阳呢升的时候都很慢哦，慢慢升，慢慢升，升升，下的时候也慢慢下，慢慢下，唯独到夕阳的时候，噔噔噔，啪就掉了，就没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我要赶紧赶紧的，就是说，抓紧每一秒钟，然后来补充自己，让自己呢在那个太阳要掉下去的那个时候，我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成熟，然后呢把更好一点的作品献给观众。这就是我现在要小跑着做事的一个原因。哎呦，我觉得您说这个太阳刚掉下去，我说您离这个时候还远着呢。没有没有，我就想去撑住太阳、啊、我想我把它撑一下吧。我现在实际上小跑也是为了这样撑一撑。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速度加快，受益者还是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哈、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屏幕上，能够经常的见到你的身影，经常听到你不断出新的作品。谢谢谢谢谢谢。